看看新闻网。昨日有网友通过微博曝光了一组林青霞在海南某中学为学生演讲的素颜近照，照片中林青霞短发素颜，白衬衫搭配双肩包，年近60岁的她依旧是清爽利落。林青霞不仅现场和同学们热情交流，还当场挥毫泼墨展示书法，女神字体娟秀工整，果然字如其人呐。虽说林青霞已经吸引多年，也极少曝光，但是女神一出马，魅力依旧是不减当年啊。